我要听游戏里最火的 BGM。这就是我们所有玩家梦开始的地方。那时我们从未想过，石器会带给我们这么多美好回忆。家家村因为可以抓绿虎和黄虎，很多人选择在这里出生，一度成为人气最高的村子。记得渔村有个佳美航空，多少人在这里听着音乐等飞机。洞穴出来时，和朋友们一起组队，从第一层杀到最顶层，那种感觉真美好。听着熟悉的音乐，有没有重回当年的冲动呢？快来下载这款石器手游吧。